站在弟子的左边，站在弟子的左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觉那次啥性格？ 右柄和一拉，然后呢单脚前推，从招式上已经可以判断出来。我们最后这个红云的学习的是螳螂拳，掌根相对，灵掌，然后呢单脚侧踹。 也不得不说，最后这位同学特别幸运啊，因为这一套拳法应该是少林象形拳当中最难学习的一套。反臂击掌，单臂开立，接下来侧手翻，这个动作不错。 身体反转，面朝舞台后面。这啥玩意儿？双腿注意，此时是马步，这一招是乌云见日。 双挑手，手腕下压，左脚后撤，同时注意手法一定要正确。好，那这是螳螂拳的定式，螳螂捕蝉。好，那同样今天稍微休息一下，朋友们，我们三位朋友都已经简单的学习完了少林象形拳。 那究竟哪一位能成为今天的模仿之星呢？绝对是！啊，招募起来，接下来是应该不用比了，对不对？<笑>接下来我们来依次请出三位朋友，我来听一下哪一位的掌声最为热烈，好吗？好，首先是第一位朋友，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听一下他的掌声。 还不错，那接下来是第二位朋友，这孩子们太给力了。最后是我们第三位朋友螳螂拳，我们听一下他的掌声在哪里呢？朋友们，那从现场观众的掌声当中呢，还是能够明显的判断出。